韩国超人气女团 TWICE 九人私底下的感情不仅好到让人羡慕，大家互相打闹的模样也是令粉丝们看了爆笑不已。前阵子娜莲就在直播上开心的分享自己背叛 SANA 的事情，也让听闻完后的网友们大呼娜莲你真坏。日前在娜莲的直播中可以看到她显得异常的高兴，并笑着说道为了和这个新兵乐，所以就开始了直播，希望 SANA 可以看到。随后娜莲也开心的说，我说过要和 SANA 一起喝，但我已经先喝了。之后也一直合不拢嘴的直呼 SANA 这个真的是超级好喝的。据了解，那是一杯韩国星巴克的新产品薄荷巧克力新冰乐，而都喜欢薄荷巧克力的两人也曾约定要一起去试试看，没想到娜莲却背叛了跟 SANA 的约定，自己先偷跑悄悄的去买来喝。喝完饮料的娜莲也心满意足的说，我其实是为了这一杯所以偷偷跑出来的，现在要准备回去拍摄了。而网友们看完娜莲背叛 SANA 的影片后也纷纷爆笑的留言道，娜莲真的很坏，明明约定好还偷跑，又开直播给 SANA 看，真的好想知道 SANA 看到直播后的反应哦，实在是太好笑了啦！